冷吧？冷吧，我进来冰这样的啦，真有点冷。软的才痛，这边还是比较软。大腿痛，拿起了，快给我挂仙子，让人上，人和人聚，刘佳丽，对，刘佳丽在这个吧。大家帮我们点点赞啊，把人气上一点点。不乖乖吧，乖乖不哭吗？播的没意思，我们去看哪边有人播点名。晚上好，哎，老师呢？是了吗？晚上好，合一基本功一般，呵呵，这大挺合一。大家你就第一个，还没有天黑，是的。有家长在吗？家长要看哪个班？现在有高一的二班，高一的暑假的三班，然后高三的一班，喜悦班，高三的资格班。高一一班不在，高一一班八点半。对，这是高三。萱萱，你在摆节目啊？
山中哪里山中？你怎么不用画腿啊？那你干嘛？好仔细。他是一般八点半看唯一，等一下，谭慧玲要八点半，八点半大家先帮我们点点赞，新来的朋友加个关注，加个粉丝团，谢谢。那你起来，我来弄。现在是高三。在我家。这边滑。冲锋墨镜。冲锋墨镜给唯一送，送不送？要给唐慧玲送送。算人了，来，大家帮我们把赞点起来。想看其他班的，先把赞点起来，好吗？老师做，刚才做哭了一个。高三的都是软度。是政客，是歪的，这个是悠悠啊，这个也是歪的。要看其他班的请扣一，要看其他班的请扣一。一个，就一个人看其他班吗？两个，三个。多少有一点点效果。
他女儿在我们学校学，他今天过来看女儿。管理员在吗？管理员把他进一下。谢谢。海老师的班都是地狱级别的，还好吧。还是读书远呢，你唯有读书高啊，对吧？读书也要读得近啊，常常出状元。轩轩，对。学了文化又想过来了。什么歌？不记得了。谁？随便编的。来，轩轩，打个招呼。来，大家点点关注，看了就疼死，还好，他们是180的没什么用，像这几个180没什么用了。还是得要10个位吧，要需要三个了，男老师不是这样。多个人，我当年在上海也这样，咋就几个人？讲这个班就几个人吗？轩轩啊，你别急，又急。来，喜欢轩轩的扣波一，喜欢轩轩的扣波一，20000赞吧，轩轩起来。20000赞好不好，兄弟？现在4500个赞，来，我们把赞点起来。
已经不哭了。轩轩他们问你怎么不哭，轩轩讲句话了，轩轩你不挺能说的，轩轩来，我上个福袋。你多好，别别别别别！再点个福袋。哎，不能脱啊！哎，那个腿怎么压的？数了吗？他自己数的。大家点点关注，抢一下左上角的福袋可以。左上角有福袋。唯一加油，有唯一的粉丝吗？唯一的粉丝扣波一。有唯一的粉丝吗？说白了，不用你说。唯一头号粉丝，呱呱大王，呱呱大王应该是我们九美的粉丝啊，头号粉丝。来刮刮大王上礼物，来还有30秒，还有40秒，马上福袋可以抢福袋了，大家可以点一下，点一下福袋，谢谢。还有20秒，大家赶紧点一下，还有几秒了。谢谢我们管理员。最高级别粉丝团是几级啊？我想问一下。小许来了。20级啊。我们直播间应该最高级别是10级吧，9级哦。LAY 应该是最高级了吧，9级。谢谢20送的人气票，断了，断不了。我前面还有一个。有10级的吗？我看到就是9级。
哦，北美大漂亮。他是每天就能长一斤吗？每天送一个制度就能长一斤？这首歌好，大家去过云南没有？欢迎来到云南。闪耀的灵光，看一下别的班。你先点个粉丝灯牌，要看其他班的。大，赌大。没刷礼物的情况下，看一年能到十五六级哦。快乐当然快乐，看明星当然快乐啊！今天把我都看社恐了，去别的班，别去别的班了，看唯一就好。雷雨欣，来，我们大家点个关注，加个粉丝团啊！这不是我放的，这是我们年轻帅哥老师彭老师放的，跟我一个年代一样的，像是，实在比我小十来岁。需要助教吗？管饭就行，不需要，谢谢。没有一定水平，当不了助教。别歪。地板很干净啊，他们每天都要打扫卫生。需要学生的老师，学生大大。哟，轩轩可以啊，这速差下的标准。来来，把后腿打开一点点，别拐脚，后腿拐了，把那个转头拿开，我看一下。还差一点点，可以啊。比芝芝的速差好像有标准的呀。师资力量，讲我们吗？我们师资力量很 OK 啊，都是我培训出来的。唯一来了，来，喜欢唯一的准备上礼物。唯一比较能扛啊，我看啊，1.2万张，我们三万张，让他起来，三万，来，预备，点赞开始，三万张让唯一起来，大家救救他吧，救救孩子吧，三万张让唯一起来，轩轩等一下直接8万张让他起来吧，唯一还是吃苦还不错。来，大家帮我们把赞点起来，对，官方认证的人卡，是的。到位，直接到地，耗子，他那个就是多耗，真怕断不了。我们尤老师都8级粉丝了嘞。16000，还差14000的赞，凤凰传奇来了，又去个了。来，喜欢唯一的扣一。我在遥望月亮之上。又。我觉得我适合唱 rap。 1.9万张了，还差11000，来，大家继续点起来。 oh yeah， 看得见的看不见，骂的神多，骂的神奇，还是这么唱吗？
有给唯一戴墨镜的吗？我得给萱萱。萱萱她只喜欢小星星。点到十万赞，我一直不嘎在里面、哟，送墨镜了，谢谢呱呱大王，呱呱大王果然是我们铁粉，祝你升到我们的榜一啊，不是榜一，我们的那个粉丝团第一。PK 在上课打不了，还差四千赞，大家加油点起来！我可不愿意进直播间帮他点赞，真臭美！我他妈的弟弟解救唯一，去旁边随便解救唯一，大家叫唯一和萱萱 PK 撕腿。够了，好了。完美，谢谢你们。放过他，放了，放了，放了。马上到萱萱了。看得见的，看不见的。我使出了这辈子最快的手速。大家帮我加个粉丝灯牌啊，新来的朋友。来，大宝贝来了。大宝贝十万，他们讲要十万，有没有问题？现在三万，五万好吧，五万可以，五万就五万，来预备开始点赞，刷着，你要喊他们加油啊，你跟他们讲啊，这个我可不可以自己点，对啊，你喊他们加油，他们几秒点点赞，已经三万二了，你说话，你跟他们，不说他们不点赞，你跟他们说，说话了，太痛了，就是给你分散注意力，不然你不。是啊，来，大家把我们连起来，救救救救萱萱的命啊！救救他吧，救救孩子吧！哎呀，孩子要哭啦，一千人啦！三万三，一千人了，救救孩子吧！还差一万七千，转过去，头转过去。没哭，老师差评，非要把他搞哭干嘛？我们这不解决软度，对不对？不是一定要把他整哭，是你们想看他哭。萱萱他就偏不哭，他也很勇敢啊，勇敢萱，他就拿开勇敢萱，手拿开，我极限了。三万六，大家继续点起来，三万七，五万让他起来。不是拉丁舞，拉丁小皇后。手拉开，拉开。真好痛！骨折了，接好了，接着练。又举报我们，别举报我们，谢谢大哥啊。上人了。我们舞蹈有的时候让他们勾脚，有的时候基本上绷脚，绷脚比较多啊。为了什么这么搞？什么也不为啊。为了让大家点赞啊，大家帮我们点点赞吧。四万六了，萱萱加油！还有四千，还有四千。手拉开，手拉开，往下。坚持。
总来该到底了。哎，大家继续快点啊，快啦，坚持住啊，还有2000张。来，喜欢轩轩的扣波一，今天我们的流量密码。我们不打人的，我们可温柔，哪里打人啊？不打不打，我们只讲道理。老师，你别动。好了，结了。可以啊，哼都没哼一声呢，还是现在。明天要加大难度了。耶、yeah, ，下一个，都出来了，还在皱着个眉头。下一位，跟粉丝打个招呼看，别人帮你点了这么久的赞，嘿嘿嘿嘿嘿。下次再点快一点，他说。硬压出来的，哪有这么多天生的？看看别的班的难度，可以啊。等一下啊，先点个粉丝灯牌。你看轩轩这有进步没有？两种压法不一样，还有一种是什么压法？我不知道你讲的。不是张星，该唱的吗？谢谢大家点的赞，来，大家帮我们点个粉丝团。新来的朋友点波关注啊，我们这里是艺考生的日常生活和专业课直播。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大宝贝轩轩，我女儿就是天生的，从小就能哼唱，那很有天赋啊。你看，马上到地了，来，大家帮他把赞点起来，让他到地啊。把鞋挑了，把鞋挑都冷。有课啊，我专门呢，本来是我的课，找了我们年轻的彭老师来帮我上这节课，我要直播，因为我白天播不了，我就只能晚上播了。是的，晚期。啊，下去了，全部下去了，你看。等一下看鸭轩轩啊，看这个差高不高。想看鸭轩轩的扣波一，想看鸭唯一的扣波二。来下一个，2700人了。等一下上人气的时候，管理员辛苦你们啊。这个很硬，马上下一个是压谁啊？下一个压谁啊？压唯一啊！下一个压唯一，这个比较高啊。唯一现在这里，唯一文菜可以，唯一的文菜可以。
来，喜欢唯一的给珊珊人气珊珊礼物。谢谢送的星星。唯一晒黑了，唯一你自己你发过作品没有？唯一发过。你现在有多少粉丝？现在595才500多啊！来，大家帮我们加加唯一的那个抖音，他的名字叫唯一唯一啊，唯一唯一，叫唯一唯一。叫什么？3900对啊，我现在直播间2400人，一人给你点个关注，你就上3000了吧。唯一1.7米，还有1.7米。轩轩，你现在多少人气了？啊？1000啊？轩轩的抖音叫O R E O 奥瑞奥，看一下其他班。来，我们要换班的请扣一，不换班的请扣二。马上到唯一了，要换班的请扣一，不换班的请扣二。一，好，一二都有。唯一来了，大家帮我们点个粉丝灯牌啊。唯一的抖音叫唯一唯一，对，我们学校在长沙。现在压的是唯一，他这个拿砖头搞了没用，要搞个筋膜刀。哟，这很差，比素材还标准啊！现在可以啊。郑智什么时候打过这个？郑智，可以啊，轩轩，一个月啊，一个月的零基础，很差已经解决了，没感觉了。下次就把筋膜刀了。筋膜刀花钱。到暑假我们不招，4000了。来，我们把它暂点起来，马上到地了，点到7万赞，让它起来，好吧？起来打打话，准备带下个到你了。他们屁股下面要垫圈圈的，要垫砖头了，两个砖头吧，圈圈，一个，至少一个了，点到7万让他起来，来，我们把赞点起来，看完圈圈就换班，好。大家帮我们点点赞，点点关注。他们说了，再看完轩轩我们就换班，打
的话，到轩轩了啊！到谁了？来，我们点到七万，然后就上轩轩了。大家帮我们点赞啊！七万，七万点赞压轩轩。对，大家帮我们点波关注。今年我们最高人气的时候是9800，看今天能不能上来。今年还没有破万呢。然后目标这个月是10万的粉丝。干什么？我家上面的。哎，真的是。7万点赞压轩轩，还差3000，大家帮我们点起来。有多少轩轩的粉丝？轩轩的粉丝扣波一。有两个，还有扣二的啊，谢谢。10万让他起来。现在直播间4300人，10万点赞让轩轩起来。来，大家帮我们点起来。4600人，4700人，推人气了，轩轩坚持住。4700人，大家对，帮我们点点赞，点点关注。没感觉了吧？脸痛不痛？还痛啊？我怎么感觉不痛了？看看李婉晴，李婉晴打矿，怎么还没破10万粉？我们今年因为去年播完之后上半年休息，掉了2万多的粉，本来去年差点破10万了。也累呀，唯一在干嘛？唯一在那边耗腿，唯一。喜欢看主播直播的加个粉丝团。来，发了福袋，大家可以抢抢福袋。点赞不要停，还没有，还差10000，坚持。坚持，把它倒地啊，别起。来，大家把我们把赞点起来。吐气，放下去。对，已经落地了。给他耗一下，对对，给他耗一下，已经到地了啊，这是超过180了，超过180了。松腰，放下去，把身体放下去就起。放下去，没事，听我的，轩轩听话。
气吐气，你吐完吐气吐下去就可以了，起了。对，好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。有吕老师，有吕老师，隔壁有吕老师。大家想看我们吕老师的班吗？想看的扣波一。隔壁啊，有我们长城没有海老师。打话打话。生气，他不是生气，疼嘛。想看想换班的扣波一，不是我，因为我发了福袋关不了评论，福袋发完才能关。对，大家顶个福袋。新来的朋友可以点播关注，还有十秒，还有十秒，马上发福袋了。大家要评论的加播关注啊，加播关注。又没中，等一下再发，等人气降下来一点点。来，我们先去看一下其他班好吗？这里在练重拳，练拳拳。大家看这个班的请扣一，看刚才的班的请扣二。看刚才那个班是吧？大家还是喜欢看四腿啊，我发现喜欢看样子啊。别哭了，调整好，等一下要到下一个环节了。多打，打完班，那个阿伟蹲，我教过你的，阿伟蹲。加斯汀比伯来了，比伯。脚后腿，四、三、二，下一个，完了，提示两次了。大家别走开，我先换个别的吧。提示两次了。来，大家帮我们刷一波正能量，刷一波正能量。人气上来了就开始提示。对，大家帮我们刷一波正能量。好。谢谢。哟，这个班还在聊天了，老师在开会。什么？车手班，手都是手托车子班。嗯，现场教学，你看现场教学。下次告诉你了。下次。
三省的问题。哦，加省。你没拉到一条线了？我看你拉到一条线没有？你去撑线。对。走，对这边的。走。走。来，看到问题没有？看到问题没有？所以你的盲肢就会出问题啊！告诉你了，自己去悟一下。啊。你把盲肢手打开，还是一样的问题没解决，没解决问题。这个下次帮你弄一下，这一下没，你这个问题没这么快解决了。看，姚老师给你弄一下。小谢，小谢在哪儿了？小谢，我看小谢。你们怎么没上课啊？我在开会啊，我们班。开什么会啊？秘密会议。那好吧，那我走了。多贴墙打。辣椒油啊，现在人气下来了，我们可以，好像可以播了。哎呀，有人气就很危险，这个东西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老师工作是不是看最后？没有，老师教啊。对，我是校长，我就只看看结果。我把任务布置给老师，老师去完成。这个比较简单一点。你至少你怎么画开？画开。看圈圈啊。我是校长了，干嘛呢？在这里好帅到了啊！好帅到了！你看这里，别动，叫什么名字？介绍一下。我叫刘星。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刘星木。刘星木，打个招呼。哎呀，这么害羞，真的。你别动，过来。过来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长颈鹿。长颈鹿啊。哎，关凉空调，空调开得太大了，冷得很。对，他说他叫长颈鹿。哎呀，倒立的还不会啊，倒立的还不会了。哎呀，来打个侧方，我看一下，来，快再打一个，好了。我的妈呀，这侧侧方吓死人了。看这侧侧方，哎呀，打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侧侧方打得吓死，打得吓死呀。你们还没上课吗？不是。唐慧玲呢？唐慧玲呢？嗯，那不是有人看唐慧玲？梦想还在不在？梦想来，要看唐慧玲的，对不对？看唯一，稍等啊。刚才人气太高了，我要出来溜一溜。人气高提示两次了，还不跑，等一下。
我不怕十分钟，我就怕七天那种，七天就尴尬了。上次搞了一次三天的，我们到现在我们却没做起来。陈红杰，陈红杰这个班吗？不是，不在这个班。梦想不带了，梦想。走吧。好多了，进步。牛逼啊！这是背了个什么？背皮夹了。装满的。有用没有？有用没有？背了就打开了。啊，好有用，就这样了。啊，我也买一个。有用，真有用。老师硬的买一个吧，太贵的。没有，你上课上的越上越多。对。人气上来，结果马上是的。王思琪，王思琪这个班吗？不在这个班。走走走，看唯一去了，应该又可以播了。是的，是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糖糖公主回家了，说学不下去了，怎么？小优，小优。下一千人应该就好一点。刚才四千多人了，五千了。红脚，上人。小心唯一孤留。哎，你们几个是就站着是吧？没东西练了。是不是没东西练了？你是不是没东西练了？你是不是可以考试了？我就问你。等一人一嘴巴，他们笑了。龙家伟，男生还没开始上课啊，男生不在。下播了，下播了，不能播了，正能量，大家点关注，等一下再开播，大家点关注，等一下再开播，对，大家关注我们，加个粉丝灯牌，快，十秒，十秒，我们又关了，等一下再开播，十，九，是的，我们下播，等一下重新播，八，七。六，五分钟之后开播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行了，我们等会见。
对，你这个后腿，他这个后腿就撕开了，这个开了。坚持坚持，别动。慢点数，自己往下放，轩轩跟着老师往下放，对，好的，再绷脚，膝盖顶直，这个对了，就给他往下，不要颤，就直接给他往下坠，对，把力量往下放，让他自己往下掉，膝盖再收紧，轩轩，好的，啊，这个就开了。哎呦哎呦，可以，刚刚讲完就。我们就90人观看算了，是吧？90人观看。刚刚下播跟他聊了一下，直接拉过来两打了两个大嘴巴，他就老实了，他就不敢哭了。你问他，现在脸上都还有手印子。干嘛下播？知道的说一下啊，我不方便说。轩轩的抖音号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。对，正能量，没办法呀。踢班踢班，那后胯拼命甩。今天等一下搬后腿了啊。我直接给个大拇指头上，晚晴，晚晴宝宝，昏血，对他只敢瞪我，他压软度的时候他就看我很不爽，他也想打我两个大嘴巴子，但他没这个胆量。唯一已经活动完了是吧？可以搬后腿了是吧？轩轩的抖音是 O R E O， 啊 ，O R E O。唯一的抖音是唯一唯一。婉晴的抖音叫新疆小姑娘。真知的抖音叫开心小鱼儿，开心小鱼，近一点，稍等啊。来，我们把赞点起来，我近一点，大家把赞点起来。糖糖公主没学了，回家休息去了，她说怕压软度。我们把粉丝团点满了，我们就近一点，好吧，也可以换教室。来，我们加个粉丝团，我们还差十几个粉丝团。下一步我问一下彭老师，彭老师，老师上厕所去了，都压完了吗？啊，不是的，你们下一步干嘛？游上玩，游吃啊，
你们今天转的没过关的，樊神过来了，前面这个特别菜小的，对啊，改名了，我看见这个以前叫什么，好像是改名了，它是零基础小多多，它是零基础啊，不能这样说别人，就几百人就行了，多了肯定被封。对，刚才四千多人了，我直接跑路了。有时候四五千还好，评论区还比较正常，比较干净，人多了不行。大家帮我们点点粉丝灯牌好吗？点个粉丝团，就说嘛，学舞蹈就好好学舞蹈嘛，对不对？多管闲事，关他什么事？加加关注。来，自己搬搬正腿，把杆抬走。快，等着彭老师来。对，刚被抬了，抬了30秒，我就下播了，重新开的播。来，搬正腿。当然，这几个就是有潜力嘛，并我们的一班专业更好，隔壁的班专业更好。往前来，站成一排，五位好汉，狼牙山五壮士。萱萱有作品，萱萱有作品的。O R E O， 对，有人打出来了。婉晴的抖音我也不晓得是什么。还拉不到180，等一下再试一次啊！等一下喊那个，把脸露出来。萱萱看起来不高兴，他叫不高兴哦，不对，真知叫不高兴。真知，你给我到前面来，往前走，这快怎么来了？往前走，往里抱，贴着胸大腿，萱萱。来，大家帮我们点赞点起来。来抱，再往里拉，把腿蹬直，再蹬，10 9 8，再往里抱，7 6，再蹬，5，重心往前，4 3 2 1 ，OK， 这好多了。你来，5 6 7，抱，10 9，把脸完全露出来，8，对，好多了，7 6，啊，这个腿漂亮多了，5，想看唯一，看唯一就刷礼物，4 3 2，再往里拉一下。1，对了，就这样练。你来，他们两个都解决了。5 6 7，走，抱，10 9，肩膀放松，把脖子亮出来，8 7，蹬直，再蹬，重心往前，6 5，再往里抱，4 3 2 1，
你来，五六七，五六七抱，十重心往前，九八还没贴住，七到耳朵边上去，六五四重心往前，三二一，你来，五六七走，十九八七，再抱好多了，六五四三二一，早上也这么软就好了了。来，反面，我晓得你那个左腿上，哎，是左腿了，刚才抱的左腿。来，右腿，五六七起，哎，十九，这是扛枪了，八七六，再拉，重心往前，五四，重心往前，蹬蹬，主力腿先蹬直，再重心往前，四三二一，再勒一下，抱住，来，反面，五六七抱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，再抱，一，对，就这样抱，预备，往前来，五六七八，走，一，把这边腿好些，二七六五四，好的，这个比较稳，三，重心往前，二，立半脚尖，一，顶，对，五六七八，起，十九，重心你们练你们的，八七六五四，再抱，三二一，半脚尖起，来，把杆抬出来，半拳抱腿中，彭老师走了，练抱腿中，自己走，两边都练，唯一是班的，王静，王静，快点，动作要稳，唯一的抖音叫唯一，唯一，欢迎新来的朋友，大家帮我们加加关注，干嘛？好师傅喊你，快点抱，他们想去你星星吗？8:30过来撕波腿，可以，都撕了一波了，再撕一波，快点，快点，大家等你们，一起。子涛老师，8:30上课啊。
课，子琪也是八点半上课。把他们的能量值消耗完，他们就下课。绿色裤子是什么裤子？暴汗服、减肥裤。大家帮我们点点赞啊，点个关注，点个小黄心。我们的任务还差14个，还差14个任务。喜欢主播的可以加个粉丝团。对啊，唯一社交悍匪，社牛比我厉害。对，还差14个粉丝团。打牛是一把好手，先把你们的主力水蹬直，主力水蹬不直，这个练了白练。对，半腰间顶得越高越好，把你们的效率提高一点。左右开弓，一个八拍，要换腿，5、6、7、8，走，1、2、3、4，换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为一数，20腿，休息一下。每天都播，大家可以点个小黄心，喜欢主播的也可以送个星星，送个小星星。在我们直播间多好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多关注我们，可以听校长讲故事，是吧？还可以学舞蹈。讲讲唯一的传说。吃烟果，听到。唯一从3岁开始学舞蹈，几岁？2岁半开始学舞蹈，学国标，10几年的国标。再来一遍，正着数，5个人数完，正着数，声音大点，数个节奏都不高兴，你真的叫不高兴啊？叫真不高兴呢？数个节奏数不清楚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5、6、7、8，1、5、6、7、8，开始，春子，你别总驼了个背，后背，总给人一种无精打采的样子。甚至你把速度给起来。速度！哎呀，宿舍充电了，充了吗？充一点。现在等一下，下课找张老师吧。张老师。
几啦？二十块说完了，怎么可能？我丢、哦！继续，针织里踢腿没用劲啊！发不上力，轩轩往上抱。广东人啊，我们还差13个粉丝灯牌，大家帮我们点一下好吗？我们的学生早上6:30上课，他们6点钟起床。过边嘛，怎么个扩法？贝塔，贝塔，你是不是有个朋友叫舒克？你看其他人笑得多开心。嗯，怎么讲呢？比如今年的课，其实我没给他们太大的压力，不用讲每天搞得他们不开心，对不对？让他们开心的教学，其实也挺好的，只要有进步。以前就管得太严了，一严他就压力大，他整个每天也压抑，然后争取今年就不让他们受伤，因为我们集训当中每天在跳，受伤率太高了。谢谢建路，谢谢送的大瓶。以后每周带你们打一次 PK，PK 的钱给你们充电费，好不好？好。可以吧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包赢的，输了就撕腿，对啊。今天好像有人，他们也差不多这节课下课了。有没有想看打 PK 的？想看打 PK 的扣个一。啊，没有大哥，有没有大哥？可以给他们充电费，他们寝室的电费都自己出。打 PK 校长露脸吗？校长长得不行，长得太难看了。打不打？打。增值打不打？打。充不充电费？充。开始吧。头反转，对着我们 ，Action！ 来，等一下啊。来上，给个手机给我，我看一下，我来拍一下屏。转至自闭症，怎么转至自闭症了？唯一，唯一不行。唯一，我妈呢？
减肥，这是不是重了吗？等一下。阳了，是重了。谢谢妈妈。谢谢妈妈。没打开吗？打开了。哟，妈妈怎么这么来了？对啊，我妈妈来了。知道怎么点吗？我弟弟在看我。他们正好下课了，给他们玩一下，放松一下。准备。那宝贝，我的粉丝灯牌都要掉了，你要他给我发手机。那宝贝，我的粉丝灯牌都要掉了，你要他给我发手机。那个地方找。哪里？这个地方好显摆，就放这儿。放，这里吧，这里吧，这里。我们两个人，他们说我们两个长得很香。香。因为他比我白。我们是牛奶和巧克力。哈哈哈。太夸张。他好白。谢谢装的这么白。我们不是双胞胎。真智斗对称。我是左边的。我们其实是什么？你说的喂，我的号是 O R E O， 素颜，对啊，素颜，我读了一个口，天生丽质，双胞胎，我妈妈说是双胞胎，双胞胎，右边的抖音是唯一，唯一不是白羊的，唯一是射手，射手，双胞胎在就是，我们可以开始打 PK 了吗，朋友们？开 PK 了。